打一辈子星际，做一辈子朋友。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这一期由少帮主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战报解说。对阵的双方是来自 MTW 战队 Demaga， 对阵的是 Liquid 战队的 Hero。 好的，英雄呢这一次又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新比赛，那么 Demaga 也是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让我们来看看这两名选手在这场比赛当中带来怎样精彩的内容。那么虫族出生在塔德林圣坛这张地图的左上方啊，红色，而蓝色的神族出生在地图右下角，我们的 Liquid Hero 啊。 Hero 呢也是来自于韩国的一名选手，加盟的也是欧洲战队。好，是一个水晶开矿啊，水晶塔 BF 开矿的这么一个开局。而这两个点位来说，应该说这个开矿是非常稳的，而且如果他偷的话呢，可以说先放下基地再补下 BF 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情况下神族不是第一点探到对手家中的话不会这样去选择，因为这样还是有风险的。好，看一下 Demaga 这边应该还是一个常规的血池开局，13农民了，这样不是一个12滴血池开，应该会补到一个14滴或15滴的血池。好，看一下神族家里面，神族家里面到13农民还没有放下 BF， 他可能也在看。好，这第13个农民出来以后呢，走向了路口，应该去放 BF 了，因为第一点没有探到，神族这时候也很虚，比赛当中对手很有可能放大招，所以说他也不敢掉以轻心，肯定是先放下 BF 我们的断炉，再进行一个基地，然后 BC BG 的这么一个顺序啊，也有可能是 BG BC。 那如果他发现对手是原点的话，估计应该会选择一个先 BG 后 BC，这样也能防守住，只要在对手小狗到达你家中的时候 BC 将将做好的话，就应该可以防守的很完美。好，这个两名选手的实力上来说呢，我还觉得应该是 Hero 偏强一点点啊。这个韩国选手确实在电子竞技方面啊都是很出色的，就是整个亚洲的选手吧，像就是中国跟韩国这两个国家统治着电子竞技的主要最强实力。而星际争霸二项目呢，目前还是韩国人略强一点点，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选手们能够努力在国际赛场取得更多的成绩。好， Hero 这边藏一个农民，很小的一个技巧藏在这种树林的这个深处，这样对手呢路过的时候你还可以用反向的逆向逃跑。死条狗过来看这边啊，还是先补了 BC 后放的 BG， 很稳，这真是非常的稳啊。小狗也并没有选择哦，这边是拉两条去咬岩石。我们知道西瓜这张地图的理解呢，就是12D 的开局或10D 的开局过来先把这个岩石咬掉，第一时间放下三矿。而我们看到 Demaga 也是有这种的想法，就是岩石一定要快咬，然后自己四条狗过去压制呢，其实还不如就像西瓜出六条狗在家咬岩石比较的稳妥一些啊。这就是经济争霸这款游戏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经济制胜这么一个理念。西瓜就追求的是经济，所以说它需要三矿开得更早一些，只用两个狗在咬的话就非常的慢。这个岩石呢有2000的 HP， 血量很高，29人口对24人口，上方农民数量是20对23。虫族很快会因为神族的二基地也好了，如果说全力补这个农民的话，上方的农民不会相差太多。好，这边是用一个 probe 站住了路口，刚才应该是否掉了一个水晶塔，这样的话对手如果小狗强冲的话也冲不进来，一会儿用 zlot 站岗还可以省去一会儿拆水晶出去的这么一个钱。好，这个农民是一直被追逐着，而这边又是一个双向的探路，拍了一个水晶再去。好，看到你正在咬三矿的岩石，知道你一会儿肯定要开矿，他的最主要目的如果能看到二矿农民数量那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不太可能。看一下他溜边进去，好的，溜进去了，这个是 Demaga 的一个失误啊，这个溜进去能看到很多东西，主矿很多很多的农民呢而且单气在踩，这样的话呢你最多也就是一个追求二本，如果你是双气的话有可能会塑一些飞龙啊坑道啊什么的。32农民对29农民，双方都在不停的补农民，这场比赛看双方的点位是原点的话，我相信应该会打到一个后期。一个 Zlot 的站瞭望塔，看到对手小狗过来赶紧的跑开，这边也是站下瞭望塔，其实他主要目的想驱赶对手的小狗，让对手的视野减少，他就很开心了。这个地方如果要跟这些狗交战的话，两个 Zlot 还真能打赢这六条狗，所以这小狗也不敢造死。这边军毯铺起来，
神族家里面写的三个气矿哦，起的是星门，这样的话应该会出一个虚空进行一个压制对手三矿。由于他前期侦查的信息侦查到对手要开这个三矿了，所以说出一个虚空剑呢可以给对手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两个资料的回来，这边一个哨兵渡口。好， Hero 还是对地图的掌控还是不错的，他尽可能让自己的部队走出去跟对手的小狗进行一个消耗或者说是驱赶，然后对手不要一直站着瞭望塔。重度农民补到了46，这三矿的岩石还不去养。家里面虚空已经出去了，之后做一个凤凰，凤凰可以抬皇后，这样保护虚空。义工正在升级，继续补的是哨兵。哎，这条小狗是看到虚空了，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接下来会多出一些皇后啊，果然还正在造。也是比较稳，而且连续补下了一个飞龙塔和一个防空塔，两个建筑。哦，这么早的放下飞龙塔，那应该会选择一个空军的打法。来看一下建造栏，狗速才刚开始升差不多了。VC 坐下，然后一攻，同时又补下了三个 BG。这边虚空过来，看看有没有机会。中间这边被，皇后可以打几下，两下、三下。岩石咬掉，放下自己的一片矿。我看有几个皇后啊，多余的皇后一个，两个多余皇后呢，应该是能够守住这个三矿，但是你得过来。对手一个凤凰加一个虚空，看一下这两个皇后，两个凤凰啊，三个皇后。凤凰进去侦查了，虚空想强拆，这两个凤凰飞回来的话，应该是能强拆掉，但是他并没有选择飞回来，应该是绕道，血量也不太足，就退回来了。没有必要浪费这么多钱，而神族这边也用自己的 Zealot 打掉了对手的，打掉了自己家的这块岩石，马上可以开出自己的三矿。好，九个飞龙已经制造，应该是要强行的拼飞龙操作。对手有凤凰，如果你的飞龙操作不好的话，会被凤凰白白的点掉，而且非常的痛苦啊！一旦追上，粘上你就跑不掉，移动速度上的劣势以及射程上的劣势，成为了飞龙的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么一件事情啊。马上飞龙追死了一个虚空，然后紧接着凤凰可以甩了。看一下 Hero 的操作， Hero 的凤凰操作，对手九条飞龙，自己这边继续铲哨兵啊，闪烁追猎的升级。打飞龙呢，很多玩家说飞龙小狗这组合太阴巴了，我们这个神族玩家根本就开不出矿，自己的农民还被屠杀。在这里还是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一定要在家里面补一些地堡，对，你看他补地堡了，然后呢再出一些这个白球啊，闪烁追猎先过渡一下，然后要转型到电兵白球，因为电兵打这个飞龙是非常快的。好，飞龙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我看他家里飞龙是不是在集结啊，在这里集结，已经有了12条飞龙。凤凰在外面找啊，他这飞龙不到一定数量是不敢跟凤凰强拼的，即使有一定数量，如果操作好的话也没法拼。这边注意一下，两个狂战士过来可以强拆一下对手正在开出的四矿。这个凤凰应该能杀掉一个房子，小狗过来回救，但两个狂战士有一攻的，攻很高，取消掉，这样的话 Demag 是四矿退掉。 Hero 的三矿现在也是运作的很好，家里补了三个地堡啊，我们说一个矿三个地堡，看主矿他就补了一个，这就不太稳，对手飞龙多了以后过来强点你地堡，顺便杀农民，弹射都弹射死很多，可能他也不着急，一会儿对手飞龙过来可能就跑不掉了，因为凤凰的数量还是很多的。凤凰现在有7个8个，小狗就现在这个运营态势，我们看 VT 文献馆已经坐下了，优先升的是飞龙的两房，先升两房，那就先升完一房再升两房，那这就是要飞龙打到底了。如果说升空军防御的话，那就是要跟你硬碰硬，硬碰硬的话飞龙有房跟凤凰打其实也是比较亏的，因为凤凰对轻甲的加成实在是比较高，而且攻速又快，而且一次攻击两下，受不了，被克制的死死的。如果升房，平时我们说飞龙一般都升到两攻就可以了，主要是要输出嘛，但是因为它升攻的价值会很高，它升攻的时候弹射也跟着升级，比如说原来打的时候，这个最后一下弹射是1，如果你升了一攻的话，那最后一下弹射就是2了，也就是说性价比会高很多，因为每次弹射3次。
那如果攻防上去的话，那可能真的要用飞龙打底，还做了两个飞龙塔同时升攻法。那这样的一个飞龙战术，我们来看黑鼬如何应对。那么我推测他应该还是马上用电兵转白球，有白球在矿区一战的话，飞龙对于矿区的农民这个骚扰力度就非常小了。我任你防御再高，你也没有我白球的三攻输出高。再一个，我是群攻啊，无视你有多少部队。哎，这个白球攻飞龙啊，还真是没有算过。如果说超过一定数量的话，会不会不能？但是我记得应该是这个单位只要叠加在这一区域内，都要受到伤害。好，几个电兵啊，如果哪位观众尝试过这种测试，比如说拿1000个飞龙叠在一起，用白球看看能不能一下打1000个飞龙都费血的话，你可以告诉大家一下。这个我还真没有用1000个或者说是几百个飞龙啊去叠在一起测试过。哦，注意一下，这边地图中央，小狗过来想包这波兵，这边有三个电兵啊，这小狗过去如果不太明智，就有可能死掉。尤其是这波飞龙，看能不能配合上，看电兵，一把电，两把电。好，哨兵立场还不错，这样的话一个哨兵都没死，就是浪费两把电。哎呀，这样的话小狗很亏，还好小狗是不要钱的。注意一下，这边 Zlot 绕了一个远，强拆你这片矿，看能不能拆掉。不过飞龙的位置还比较近，有可能如果两攻好了的话可能能拆掉，这两攻不到的话，这几个 Zlot 的输出没那么高。这是满血的一个基地，飞龙反应很快，直接过去，我看能不能拆掉这个基地。还有多少血？700多600多血啊，应该是掉不了了。飞龙输出是很高的，这飞龙已经达到了一个将近30只，29只。哦，这边是一多线，正面出来没有 OB 拆不了这个军坦。哇，地图中央拍了很多地堡啊，这个就是防你正面进攻。知道我现在地面的正面的顶不住，那我就用地堡代替我的地面部队。地堡对于追猎者的杀伤还是很大的。地堡是打不动 Zlot 的。好，这边开出了四矿，神族也是耐不住寂寞，马上开出四矿，想着追猎过来追杀飞龙。飞龙现在正在升级一攻，小狗地面部队也升到两攻，虫族这片矿保下来，但是不安稳，所以他们并没有派农民过来采。飞龙数量很多呀，已经叠到了39只。哦，神族建造下妈妈船啊，这边看到正在建造妈妈船，73农民对69农民。一共40条飞龙，我看这边凤凰战机的位置不太好啊，这波飞龙过来能够占到很大便宜吗？没有电兵，这边有个电兵过来，看电兵的位置能不能电到，比较难。哎呀，电到一些，但是躲开的很快，一个电兵是无法控制的，家里面没有白球啊。这边一个，哎呀，电兵还被点掉了，黑肉反应慢了，这波很亏，死了很多的部队过来。这个凤凰你也打不过我这些飞龙啊，这凤凰要甩才可以。飞龙的这个逆向飞行可以很快点掉凤凰，很好，这波飞龙非常的赚啊，杀掉了神族大量的部队。但是神族这边把自己的一波新的部队集结出来，然后这波飞龙基本是没怎么死，最多是红血。你看刚才40条，现在还剩下，打完了以后还剩42条啊。这个虽然死了10来条吧，但是对手死的部队更多。那这样的话，他用自己一片矿的代价换掉对手一些部队，还有二矿农民也并没有怎么死啊。啊，这样的话从经济上来讲差不多，因为虫族这边这片矿一直刚才就比较残血，虫族也是有四矿在采，关键是。好，这边这片矿不好冲，有电兵在船追猎，还有这么多地堡。好，截杀农民，漂亮！这迪玛嘎这个农民，主要是我 OB 的好，我觉得。Debug 其实也没看到。好的，看一下这个 BF， 如果点掉的话很好，一防正在升级，收到一个 OB， 一个追猎，这一个 OB 带一个追猎，其实可以清理很多的这个军坦的。飞龙加小狗，妈妈船已经出来了，我看这边妈妈船在这边偷偷攒能量。哎，文献馆，这时候飞龙已经看到妈妈船的位置，妈妈船正在攻击。好，把那个 VT 好像是点掉了，没点掉，还差一点点啊。飞龙被驱赶到了一个犄角旮旯，一条小狗。神族现在是四矿，虫族现在也是四矿，主矿都已经采干。神族四矿农民刚才在路上被截杀了一些，现在农民数量66，虫族重新放下这片基地。
哦，看这边飞龙叠杀过来，想杀对手的农民，顺便杀一些追猎者。哦，数量还是很多的，但是追猎者一旦到位，电兵一旦到位就可以了。这个 hero 如果说和两个白球站在矿区的话，我觉得飞龙没有这个勇气上去点啊，太伤了。加配合一些一个白球加一个电兵，如果他敢点白球的话，他就必须站在白球身边点。那这样的话，电兵一把电上去，配合白球的一把输出，两把输出啊，就躺了。好，虫族顺势这是要开掉两片矿。神族部队想找找这边虫族有没有开矿哦，并没有。这样是，哎，一把电，两把电，三把电，四把电，五把电，电红了，但是没死。飞龙快跑！这时候飞龙数量很多。然后将近是两页的飞龙啊，就是45条飞龙左右，这一波全部都红血，快跑。哎呀，不要被逼到绝境，闪上来又杀了两三只啊。这一波飞龙过来被洗了一把小澡，主要刚那几把电虽然换掉对手一些电兵，但是自己也很疼。看一下建造栏，引刀塔，然后两房，再看一下虫族这边是三房马上完成了，飞龙三房和飞龙两攻马上升级完成。这两片矿我觉得偷在这里真的很危险，离对手四矿这么近，随便传两个兵就可以清理你。虫族现在想把地图铺满，运营的想法是非常的好，但是地图中间呢主力部队并不多，就靠地堡来。哇，又补了很多地堡，你看虫族这真舍得补。我们终于发现虫族突破200人口的方法了。虫族的200人口之后用什么来增加自己的部队呢？地堡，地堡也是一种兵啊，地堡胜过 SCV。如果 SCV 硬冲地堡阵的话，那只有一个字，躺，两个字，全躺。好，看一下 MTW 的 Dimaga 这边那片矿可能要掉，自己的神族这边的这是两房马上完成，然后是哎变大龙塔了，终于是升到了三本。好，这波飞龙还在主矿找机会，刚才应该是点掉了一个水晶塔。好，几个追猎者强拆。这个其实神族这时候飞龙老在你家骚扰，对不对？你出个我一个黑洞吸进去了没有？哇，这刚才漏掉了一点点，哦，吸进去一部分啊，那这波飞龙可能要死的比较惨了。这时候果断合个白球啊，哦，飞龙出来了，哇，一把电躲开了，没白球你怎么打这吸进去的飞龙？好，这样飞龙是逃过了一劫啊。不过这刚才有白球的话，这些飞龙可能一个都死活不了。这个我们的 hero 对于白球这么不喜欢吗？到现在都没有白球，这打飞龙使白球非常好，又有妈妈船，一个这个黑洞进去以后，只要你有三个白球，这所有飞龙都死了。你三攻啊，关键是几攻啊？对啊，三攻没问题啊。这边过来杀农民，全是刚刚传的啊，终于合白球了，终于想起了我们的执政官。刚才如果有执政官，已经思密达了呀。这边拆掉了一片矿。好，这个 hero 在自己防守的同时啊，不忘使用一些小股部队进攻。哎，这边反应脱兵还是很快的，可是这地堡在矿后也补几个，这才稳呢。现在 hero 也不缺钱，3000多的钱，对不对？好，白球走在这里，飞龙分了两波骚扰，一波主力在这边，没有电兵很好，过来杀一些农民。 hero 反应还不错，一把电，哦，快走。好，这边是被地堡跟追猎者杀得很惨，虫族这边也是掉了，连续掉了三片矿，也就是说他现在只有这片矿在采，还有他所谓的三矿在采，二矿也采干了啊，农民赶紧拉走吧。这样的话虫族现在两矿，神族呢一片矿，农民不太多，两片矿没有农民，这神族有点半片矿，两片加起来有半矿的农民在采，有点尴尬。农民数量很少吧，42个，而虫族有77个。好，吃掉这波追猎者，这波追猎者其实是 hero 忘记在这里，留一两个看看家就可以了。主力部队还要汇合，要不然你这白白的被对手吃掉了也很亏。好，传了几个引刀，引刀还是可以控制虫族开矿的。虫族要想变大龙了，终于是开始变大龙。但是有妈妈船在，这个大龙还是不太好用的。我们知道妈妈船的大招呢，可以把大龙啊飞龙全部吸进去，然后利用白球这种群伤来站在你这个跟黑洞一起吸进去，然后出来以后站在这些部队虫族部队的脚下，然后输出很高。
奥尔岛的移动速度在升级。74个农民对42个农民，经济上面肯定是充足好一些，但是目前余钱上差不多，都是2000多。还在清军坦，神族主力部队是闪耀追猎加上白球，但是这个地堡阵可不能随便冲，后面有大龙，前面有地堡。迪玛嘎这个阵型直接把地图的中央拉成了一字长蛇阵啊，这么多这个地刺儿啊在这里看守着。这片矿超满负荷，这叫多少农民，40来个农民，超满负荷。飞龙出去找机会，这片矿很难开，因为一字长蛇阵你要码到这儿的话，那你还得多投入10几个农民。不过虫族现在有钱啊，都是200人口，钱留着也留着，还不如换成所谓的新兵种，这个地堡。190人口对200人口，好，这边截杀一下，有没有闪烁？哎，飞龙不能在这儿继续战斗啊，被吸进去可这回可有白球了，绝对不能吸进去。好，这边定身，感染虫，再定，感染虫，再定。好，这波追猎者是稍微的吃掉一些，妈妈船要离远一点。184人口对173人口，由于时间进行到30分钟，双方还是非常的焦灼。场面上要说优势，我觉得还是神族是有优势的。哦，不是说神族的别的有优势，最主要的是神族的兵种是非常有优势的。只要这个妈妈船不被点掉的话，不被控制的话，那应该就可以使用出黑洞。黑洞的话，对手这些部队如果被吸进去一半的话，然后白球跟进去，等他出来的时候，白球只要有3-4个跟进去的话，三攻的白球，我们看输出是多少？对生物是47的杀伤，这47的伤害，三个的话就是100多，不够啊，5个吧，看一下打这个够不够？5 就250了，那应该是差不多。五个的话，一轮骑射可以点掉大龙。只要有5个白球跟进去，这大龙瞬间被秒。好，这边一波船兵，应该是空投2个白球，然后加上再船兵强拆你的一个龙塔。哎，刚才这个操作真的是不错。这时候拆掉对手的龙塔呢，可以让对手补不出兵。如果这时候跟对手打一场决战的话，有可能神族就一波交换完了以后，自己只要跟得上兵就打赢了。好，2个引刀继续砍掉感染虫塔，血池也需要重新建造。现在经济虫族真的是不怎么样，这片矿迟迟踩不了，又被一个引刀骚扰掉。我看正面，我白球被这些地堡挤在了一起，白球被围住了，因为地堡可以站位啊。地堡原来不是用来输出的，地堡是用来卡位的。地堡的移动速度在军坦上还是可以的啊。我们看到迪玛嘎用地堡卡位杀掉了对手几个白球，哎，这种战术真的是纯属巧合，如有雷同啊，纯属巧合。好，2个引刀砍掉了主基地，3本的主基地也被点掉。哎呀，怎么办？这个大龙塔可别再掉了，飞龙过来赶紧救，又在做孵化。虫族这样的话，真的就是一波流了，一波打不死，虫族就 GG。这个科技建筑全部被点掉了，你没有后续的部队啊，有钱也没有用。这就是什么？兵死了，钱没花了，对吧？人死了，钱没花了，多么的尴尬。目前的局势来说，肯定神族大优啊，神族家里面安枕无忧。你看这地堡快比飞龙多了，这几个 BG 都不开门，黑手说我让你4个 BG， 这就是让你600块。几个电兵上去看一下能不能电到农民，神马都没有啊。过去看了看有个基地啊，赶紧走，不要送在这里。好，几个追猎者过来，就是不让你开矿。哎，反馈，反馈，漂亮！你敢过来吗？电你，电自己，和白球顶一下输出，其实只是为了死的好看一些。197人口对186人口，这波过来其实可以拿闪耀追猎。哇，这地堡输出太高了。虽然地堡不能升级攻击，但是打追猎者还是很疼的。这地堡确实冲不得，这地堡真冲不得，白球可能能顶顶。来了好多农民，
好，这边有矿，这边喊着前面有矿，兄弟们跟我冲啊，就去采矿了。什么抢粮抢钱对吧，抢馒头，一个引刀让你们抢，被点掉了。神族这片矿开出来，这边估计也要再开一片。神族经济很好啊，虽然农民不多，但嘛我慢慢采，钱嘛就是存出来的。哦，注意一下，这边飞龙过来强拆掉神族这片矿，同时呢这边闪烁之泪利用这边的一个开视野过来强拆这个大龙塔掉了，这大龙塔毫无悬念掉了，那就更是给虫族一个警钟啊！你只有这一次机会，要不然你就慢慢补吧。你从三本科技有没有，根本就没有，我开始升级二本了，那你这个路途还远呢，赶不上二路公交了。这都190人口对194人口，双方大战到35分钟，两个选手现在已经手非常的累了。迪玛嘎已经中途暂停过一次啊，说不行，我太累，我需要磕个手指，我洗个手，出了太多的汗。而黑尔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能够理解他啊，因为他自己也去洗了一趟，手出太多的汗，打得非常的紧张，双方打得非常的焦灼，又连续补下了四个星门。这样呢，星门在哪里？星门呢？哦，在这儿连续补下了五个星门，那这样的话是六星门准备转空军了。如果说交换完这一波以后，神族要把自己的整体部队要转换向一个空军加地面白球的组合，我觉得这样是最完美的。我们来看一下，由于时间进行到36分钟。三个引刀在这边骚扰，这片矿农民哦已经拉到这边来了，打龙过来救吗？这个有点奢侈啊，又把这么多大部队过来，184人口的虫族，看一下单位组成，看双方这个部队组成的花费，虫族是9300的钱，7500的气。而神族是6000的钱，6400的气，啊，这个气体消耗上差不多，但是金钱消耗上差的还比较多。虫族的部队更贵一些，但是贵，如果被黑洞打到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有多少兵都要惨死在这个我们的白球输出之下，7个白球，白球的这个光，我管它的这个输出啊叫光明之拳，这。又补下这么多，啊，这个迪玛嘎以后要成为这个地堡小王子了，这又补下这个216个地堡，又摆在这里，又浪费一些农民。我农民这还补了好多，这农民一下锐降到20多个，全是地堡，这就跟你消耗到底。来看双方，哎，神族这是要决战吗？整体部队移过来，妈妈船在哪儿？妈妈船比较靠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位置，不要优先死掉。好，看一下这地堡没有成型的时候，这是一个 timing， 强行点上去输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战一触即发。好，注意一下，腐化飞虫想点妈妈船，但是妈妈船的位置控制的还不错，往后走了，妈妈船不能再往前了。好，闪烁之泪跳回来。好，地面部队呢缓缓的移动。我注意一下，哎，这边大龙，哇，这有十多条大龙一下被吸进去。啊，画面都已经跟着颤抖了，但是神族的部队也剩的不多，外面白球都跟了进去。我们来看飞龙的这时候入场过来抢点这些追猎，出来以后我们看大龙的生死瞬间被秒，七个白球瞬间秒掉了这14-15条大龙。那这样的话，神族的部队就遥遥领先对手了。现在104人口对186人口，这波打完以后，第二黑洞。看第二黑洞带出来的是所有的飞龙，飞龙怎么样？秒杀他！哎呀，飞龙还逃跑一些啊，白球只有四五个进去了，飞龙比大龙还更耐扛一些啊。刚才大龙死的真的是太惨了。好，刚才画面也随着我们的这个切换也是颤抖了一些，感觉迪玛嘎没有什么机会了。对手200人口马上又补了出来，出的是航母。你看这边正在建造航母，而且攻防上面已经升到了两攻，马上完成。一防也正在升级，白球在地面点。好的，看正面，这个时候虽然我神族部队不多啊，但是迪玛嘎还是要集人口和钱，主要是经济有，
钱花不出去，这就是没有科技啊。人死了，钱没花了啊。Dimaga 打出 GG， 我们恭喜来自 Liquid 战队 Hero 给我们带来了这一场精彩的 PVZ， 也是 Dimaga 打的也非常的好。地图中间用这个地堡阵让我们看到了地面部队神族确实冲不动这个地堡阵，只能靠这个闪耀追猎的操作去磨一磨白球去打一打。这个如果硬冲的话，这地堡阵太恐怖了，一次长蛇阵啊，他把部队的阵型往前压了。这边你说这十几个地堡一轮输出躺两三个追猎，一轮输出躺两三个追猎，你打他还非常的慢，所以就是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拿这个农民换成地堡，这样的话你超过200人口以后，你的部队呢也会很多。但是 Hero 终于在中盘的时候想明白应该怎么打了，白球才是最主要的单位，有了白球加上妈妈船的黑洞，才能够完美的克制虫族这样部队非常多而且容易扎堆的这个问题。好的，那么这场比赛让我们又看到了，说实话打 ZVP 的时候，打到后期的话还是得出一些牛啊，纯靠大龙也不行，纯靠大龙又你又被克制的比较惨，或者说你别出飞龙，你用大龙加上地面部队多出蟑螂，这样打的话可能会好一些，因为你飞龙跟大龙都是一扎堆就被黑球这个黑洞克制到死，但是蟑螂的话地面部队你可以展开一个扇形的包夹去打对手。好的，这一期精彩的这个两名职业选手给我们带来的战报呢也是非常的让帮主看得激动啊，这场比赛确实是很久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 PVZ 了，也就是 PVZ 打到这个场面的时候才是这么的华丽啊。白球又立功了，白球这个我一直说管他这个输出叫光明之拳，这一拳打上去确实疼。好的，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少帮主的视频，希望大家那个能够关注这些喜欢的选手啊，包括 Hero Dimaga他们都是非常有实力的选手，也非常有潜力，也希望他们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希望大家能够打到更高的组别。好的，感谢大家收看，再见。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这期的广告时间，我们带来的第一款商品是来自于虫族的标志项链。那么这个虫族的 logo 项链呢也是非常的好看，就连我妈妈都说啊，这风火轮做的不错呀。是的，这个风火轮是做的不错，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接下来第二款呢也是新品，来自雷诺突击小队的这么一个饰品，也是可以作为项链啊，坠饰非常的好看。最后呢是追猎者背包，来自神族的追猎者背包，那么象征着神族的标准单位啊，拥有着闪烁技能的它非常的拉轰。那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可以登录少帮主的淘宝店少帮主点淘宝.com，或者在淘宝网搜索少帮主关键字就可以了。